我就係好希望啦，透過用一個藝術嘅形式啦，去擺落一個好貼地嘅大家都會食到嘅嘢啦，例如蛋糕就係甜品呢啲啦，希望可以宣揚呢一個藝術嘅理念啦，俾更加多人欣賞到啦，或者了解到藝術嘅點樣可以延續，令到更加多人去欣賞我嘅藝術啦。我會覺得咧係開一間實體店，咁就夾雜埋其他啲藝術啦，融合埋，因為唔單止我覺得蛋糕藝術啦，其實咧酒啊、茶啊、食物啊、主食都係一個藝術嚟嘅。